比赛开始喽！选手加油加油！竞争非常的激烈，加油加油！现在在操场正中央是五年级的趣味竞赛，当我们都在一起。各班的选手到警务区进行检录，再报告一次，请我们三年级大队接力，各班的选手请到我们的检录区进行检录。接下来在当天即将要进行的是纪念级的五十公尺挑战。